扔一枚铜钱，朝上的可能是正面，可能是反面。一段经历带来的，可能是苦，可能是甜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其实十件事里，总有一半好的，一半坏的。但快乐稍纵即逝，痛苦越积越多。快乐没有痛苦深刻，就这样，红尘就变成了苦海。